行啊，可以啊，都行啊，看你啊。好，我听你不会卡，我要听一哦，下那应该就没直问播题过来了。的声音。可以啊，都行啊。没有，直播是你推的嘛，所以说就还好，就是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就是我就怕等一下你听我会卡，或者我会卡。没事儿，但是现在来我讲好就像还挺好。怕等一下，行，那就，哎，反正就是，现在如来果讲等一好下像不还挺行好。的话就那个呗。反正行，就是练习。好的，那个谁行，来了？行的话谁来了？脑花来易了，安就是脑花来，对，哎，那舒就服了。可以，那好就嘞，可以。行，那等他易上安来脑呗，花来，对，先等他上来。可以，好嘞。另外那一队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另外那队叫BYD Burn 另外那一队 Dream 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另外那队叫 BYD Burn。
好的，那个欢迎观众朋友光临啊！这里是2020年 NEC 级英雄联盟小组赛，这边是今天是 D 组的 Burn Your Team 战队打一下这个 LCG 战队啊！我是今天的解说小姨，我是今天解说脑花。好的，我们这个直接就来进入这个 Ban Pick Phase 啊！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办了谁呢？好的，先是把齐亚娜办掉了，蓝色方，齐亚娜和琴女。这边应该是这个针对对面这个中路的一个半位啊，这个吉安娜。对，然后我看一下这边反手搬掉了卢锡安，卢锡安作为一个最近出场率不是有点高的英雄，不论是在下路 ADC 的表现来看的话，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单线的选择来说，一直是个可圈可点。确实，主要是这首摇摆让这个很多战队都很头疼啊，所以还是直接把它放上半位。第二半就是半掉了琴女 1.0 啊，琴女 1.0 啊，还有琴女 2.0 在外面，就是 Seraphini， 然后黄色方兰博一半。讲句实话，这一手船长班的，就船长作为这个版本也不是很强势。船长强势的点在于说，他可以配合说打出一些全球流的操作，然而现在全球流的首选上单必定是胜。所以这一手船长，个人倾向于他可能也是一个针对班位吧。确实，这边也是做过赛前的研究了，然后办掉了中路可中可打野的这个艾克，因为这个对感觉对双方对这个中路的压制还是比较强的。一选选择寒冰是吗？对，寒冰助手，现在助手 T 级别的三个 AD 之一吧。现在 AD 位无外乎是静一泽和寒冰射手。然后萨米拉其实还在外面，不知道红色方这边会不会拿手萨米拉。好的，我们看一下，你可千万得给我锁萨米拉呀。哦，不拿。伊泽雷尔选择了伊泽雷尔，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偏发育的一个 AD 吧，下路。你这边下路，你说。但我更倾向于说红色方这边拿一手萨米拉会非常 counter 下路一个艾希的一个发挥，因为 ADC 已经亮出来了。并且女警的话也不是会出现在说再出现一手 AD 位。但露露有一说一是现在的软辅一姐。是的，并且露露这个英雄顺便提一句，现在依旧处于上单的 T2 里面。对，这也是一种摇摆。这边反手选下了巴德作为一个前期爆发相对于比较强的一个辅助，很容易配合艾希在前期对这对面的下路组合进行一次击杀。看一下这边上单会选下波比，对，但其实前两天的比赛里面我看到忘记是哪个队伍了，那一场正好是我解说的，有一边选出了一手波比上单，打出的效果还可以，至少波比现在这个英雄不弱，只能这么说。是的，那么波比这边的话可能是要针对一下艾希吧，因为艾希这边是毕竟是没有这个位移的嘛，然后波比使用这个突进的话就可以很好限制艾希的发育空间，而且这个输出空间和跟那个男枪的对也有同样的这个抑制效果。对，然后红色方这边反手搬掉了一个卡牌来针对一下一个全球流的玩法。是的，毕竟蓝色方这边的上单和中单暂且还没有出，那这边要不要考虑把肾搬一下呢？哦，还是搬一下贾格斯，这样是缓解一下这个波比在线上的压力。但其实来讲的话，波比打贾格斯，其实还算可以吧，不算特别难打。除非这个波比是其实是打野位，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其实我更倾向于说，红色方最后一手班位可以留给加里奥。哦，加里奥其实也可以的。这边可能是觉着，因为加里奥这边不是还是打这个中野都是 AP 的时候比较厉害嘛，可能是觉着。暂时不需要这方面考虑，因为这边中野还没有选择出来嘛，不需要把这个半位去办掉。对，加里奥现在毕竟胜率登顶嘛，并且作为一个支援下路的打法，可以更好的去对小龙进行一波控制。看一下这边中单选什么。
哦，辛德拉这个也是几个版本前非常强势的一个中单英雄啊。那现在来讲的话，辛德拉经过几个版本的修正之后，就是虽然不能说很强，但是属于这个，我觉得还是属于第二阵容的这么一个中单吧，还是至少来说。对，尤其是现在的版本，其实刺客型中单比较流行嘛。辛德拉在应对刺客型中单的时候，会打出一波很好的爆发。还有就是，我记得也是之前看到一个辛德拉是带冰枪的一种主打控制流的玩法，就是不，好像就，不是对，伤害好那像么就是高，他是们那这种个队是伍。吗？哦，是吗？真对。的吗？就是，但是要我们要注意这个这把游戏啊，这个因为蓝色方向，你看一下我们的开团，奥恩的开团，巴德的开团，艾希的开团，然后辛德拉这边是没有位移的，对吧？所以这个辛德拉这个生存空间要怎么保证，是一个我觉得是红色方这把非常就是大的一个难题吧。对，所以这手天使如果选出来的话，是要打一手天使上单波比打野这种思路吗？看一看哦，上单天使，那么这边是谁来打主 C 呢？暂时还看不出来这个选的这个意思啊。那一般来说，那可能就是天使自己来 C 呗。哦，波，那就是那个波比打野嘛，对吧？对，波比打野，然后天使可以作为一个主 C 存在，只要配合这个天使度过前期比较尴尬的时期。确实，那么这边啊，那我这边可拜贾克斯的原因可能就找出来了，因为可能是觉得这个贾克斯配合男枪可能抓天使有点太好抓了，而且贾克斯后期单带能力也能很好的克制住天使，那么这边还是把贾克斯选择办掉。是这样的。看一下双方阵容吧，感觉这边红色方这边的阵容在25分钟之后就会进行很强的一个发力啊，但是反观这个这个叫下半区的这边啊，这个有版本答案和黄鸡啊，版本答案奥恩和黄鸡啊，感觉也不弱啊，而且这边还补出了很多手的那个开团嘛。等一下，好，我们这边也是进入这个3分钟了，等待时间啊，那么又是到了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恰饭环节。好，感谢我们赞助商爸爸，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西伯利亚对美子赛事的大力支持。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游戏耳机的领导品牌，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为玩家创造更好的产品，成为众多职业战队、职业选手和专业电竞赛事的首选耳机。西伯利亚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极客、极致、极酷，一群狂热的、执着的，以创新不迁就、不妥协、爱钻研、注重游戏体验的极客，努力为用户打造最舒适的产品。感谢 GNC 国际暑期学校对美次赛事的大力支持。GNC 国际暑期学校是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捧的老牌学校。GNC 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北美教授来华带你 KO 杀手课，5周修完3门课，学费轻松赚，学费省一半，还能提早1年毕业。课后超丰富的线上线下交友活动，我能画画、陶艺、烘焙、做公益，我能嗨趴、电竞、打球、逛密室。来 GNC 边玩边学，修学分吧！GNC 国际暑期学校学分项目超过300所北美大学认可，来 GNC 修北美学分，早毕业省学费。感谢雷神加速器对美子赛事的大力支持，雷神加速器解决用户在游戏中的各类网络问题，高效降低延迟，远离丢包。雷神加速器内有外服游戏高速下载通道，银行级专线按分钟计费，随时可暂停加速时长，一次购买相当于长久使用。感谢定制化学业管家吸引力学院，汇集全球 top 50学名校导师，在线1对1双语教学，专业团队为您 GPA 保驾护航。感谢新航道广州学校的美子赛事的大力支持，新航道广州学校专注于雅思、托福、SAT、GMAT、GRE、ACT、A-Level 等出国英语培训考试，英语高能高分就上新航道。感谢济南留学的美子赛事的大力支持，王者车队 Carry 升学发掘亮点，助力未来。济南留学生跟美国留学申请，帮助无数同学进入梦想，规划你的学业，闪现不撞墙，梦想帮你插眼，让你轻松 TP。感谢我们赞助商爸爸们。好的，感谢以上的赞助商们啊，这边我们来非常辛苦啊，这个脑花这边表达了我们这个对感那个赞助商爸爸们的谢意啊。我们这个对。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阵容吧。我觉得这边还是主动权还是站在这个蓝色方这边的前期，到达6级这个几条路配合来讲都会好一些。反观这边红色方到达6级，可能小龙团也不可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除非这个辛德拉超常发挥嘛，辛德拉和布比这个控制链组合超常发挥能直接秒掉1位选手，1到2位选手。
是这样的，但我前段时间就是好像也是 LGC 这个队伍的比赛，是有一场是我解说的，也是中德拉中单性德拉加天使的一波阵容，是拿下了我，反正是接力 ACG 两届比赛以来第一个见到的五杀。哦，真的吗？是谁拿下来的五杀呢？是天使拿下的这个五杀，我记得那一场是我和寡妇解说的。嗯，那还是很有看头啊，那感觉这场比赛。是这样的。好的，我们来进到游戏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双方带着这个天赋符文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天赋符文啊，唯一不常规，看一下啊，波比暗黑收割波比，好的，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人这个内心想 C 的冲动。对，那么这一把的辛德拉可能是更倾向于说，上次也是个传送辛德拉，但天赋带的更加保守一点，而这一次辛德拉直接选择了电型天赋。嗯，上一次的辛德拉是选择了上位猛冲，我记得。辛德拉这个英雄就是因为几个版本修了之后，可能就是杀人的伤害可能不太够，可能需要补充一个，现在来讲的话需要补充一个电型来补充一下伤害吧，还是。是啊，没错。然后包括就是说，其实露露这边天赋选择，我更倾向于说去带一手艾黎会好一点，因为毕竟守护者在上个版本还上上版本进行了一次小的削弱。相较于守护者来说，艾黎的保护性能可能更高一点。嗯，确实。好的，那么看一下这边双方都是拼了这个下河道吧，可能是想着这个下河道这边碰一碰，观察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出门装的选择吧。辛德拉这边并没有选择常规的多兰戒出门。嗯，在这个情况下他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前期自己的蓝量是否能跟得上。嗯，他既然带，我觉得既然带雷霆，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副系带的是这个通用嘛，那肯定是带了饼干加上那个嗑药回一口血的那个，应该就是换血跟你换到底了，我觉得。他副系带的是一个饼干加上有点神奇之血，那么这一把这个辛德拉严格，哦，对，哦，这一把直接上路抓到了一个天使，天使这边肯定要把自己闪现交掉，不交闪吗？不交，哎，不交，哎，不交，哎，一级好像是学了个 W， 不过刚才如果没有听错的话，对，一级是学了一个 W， 就这样的话他，一级学的还是 E， 还是 E 是吧？嗯，就可能是一个小的特效什么东西触发了吧。嗯，不过这样的话，天使会不会进行一波线上的，线上可不可能有亏线呢？他的是不是在考虑要 TP 回来啊？看一下啊，不考虑 TP 回来直接走回来吗？还是走回来的，那就没事了。南墙这边因为是自己可以一个人开野的嘛，然后但是波比这边可能不太行，需要这个下路双人组帮助，双方都是这个蓝 buff 开。看一下，对，嗯，波比的这个打法我觉得可能是我也不太清楚啊，我本来以为波比这个可能是要三级抓下，因为这个艾希这边是没有位移的嘛，可能要给下路很大压力，那这边蓝开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了。对，我刚刚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直播视角，就是上一把的五杀确确实实是由这个上单辛德拉配合上单天使配合这个辛德拉打下来的，并且他们前期是一个11-3的劣势开局。哦，那么这边到达了这个强韧期之后，就是一波给这边带走了是吧？对。好，辛德拉这边就一推中。现在这个时间来到了2:30啊，看一下双方打野的路线。这边波比是把蓝色方三组野怪刷完了之后，可能是想看这边河蟹了，已经格雷夫斯刷完上半区，蓝色方已经在打六鸟了啊。哦，波比是直接选择来抓下路是吗？那这边是河道是没有视野的。哦，巴德一个晕住了，这边想推艾希，艾希被推到墙上交出闪现，但是点燃露露拿下了一血，打得非常漂亮。对，包括这一波其实是在下路巴德加艾希没有双闪的情况下，嗯，他们下一波波比的gank会非常舒服，且在下一波gank之后可能就是直接对小龙的一个争夺。确实，那么这边下路这个双人路都没有闪现的话，可能小龙也不太难打了，而且这边一泽还是有双招的。是这样的，没错。那么这边他果然是选择这个直接对下路动手啊，这边不过选择的是蓝色三组野怪直接开，然后直接来下路。嗯，这一波天使嗅觉极其敏锐。哦，这边是打算反野吧，估计是看到波比在下路露头。嗯，
然后但是刚才其实南昌有一个往上路拼一下的动作，但天使就及时回撤，就让南昌放弃了这件事情。辛德拉这边哦不选择嗑药，那么这边是蓝已经被打光了，波比发现了自己这个 buff 被偷，感觉心情不是很好，这边追着这个格雷夫斯就往前冲，辛德拉中路也开始跟他换血，辛德拉没有蓝了，被25个后排小兵疯狂输出撤退。是这样的，这边巴德游走到了中路来，巴德确实是一个偏向于游走型的一个辅助打，这边中路应该是要交了，这个地方至少打一个闪现出来吧，应该是已经闪了，嗯，闪现了。是这样的，毕竟中路这一波三人包加辛德拉，如果不交这一波闪，就有可能捐到自己。嗯，确实。且他前期作为腐败药水出门的话，在对线上面确实会弱这个双方一点点吧。奥恩这边率先发难，上路打了一套，啊，这边奥恩打的已经很好了，这边没有被压制，反而是压了一些刀。南枪上路找一波机会没有找到，这边下路已经吃到了第一个镀层啊，前一波那个波比给下路带来无尽的发育空间，毕竟前期这个下路两人组基本上算是被压着打的，这边撞没有撞到，但天使也没蓝了，嗯。其实这个还好吧，这边因为双人两个人都是有 TP 的，这边就是可能天使想的是把这波线压进去，然后再 TP 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吧，这个天使到达了六级就变成长手之后，就是线上呢应该就会好过很多了。这样的没错，第一条龙已经刷新了，我们来看一下波比这一波的决策，在他打完蛤蟆的以后的决策。我个人倾向于说波比可能会回城补给一波，然后直接往风龙那个位置赶，毕竟波比现在状态不是很健康，且他是一个没有惩戒的情况。确实，这边波比因为没有回家嘛，一直这边应该是补给一下，补给一下可能要这边龙看一下，但是有一个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可能下路不太好压得这么往前了，因为这边是领先一个 TP 的中路这边。是这样的，没错。南枪这边是看一下他是怎么移动啊，这边好像是想先去刷那个河蟹，双方都没有动这个风龙的意思，打的还是非常稳健的。哦，但是这等一下这一波啊，看一下辛德拉这边去做眼，但这边看到了波比，那这个河蟹应该是撑不了了，波比只能离开。双方这个稳健发育啊，是这样的。然后不太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哦，这边直接把辛德拉推过来，就是说的就是哦，但是换到了哦，德拉永远逆神。是这样的，毕竟辛德拉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他的话，一手控制打下来的话，一套爆发秒一个黄鸡还是简简单单的。嗯，刚才这边应该是推的途中是被辛德拉 Q 到了，然后导致自己自身的血量已经很差了。对，然后一能量倾泻，倾泻直接释放，弱者退散加能量倾泻。巴德和南枪这边是做了隧道往下路再看，但是应该是队友有信号拼到他们，然后就是还是撤退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波撤退会不会对第一波小龙的收割有影响呢？还是说波比这一波在上半野区直接入侵南枪下半野区，打算以龙来换一波资源？嗯，这边应该是第一条龙由这个南枪这边拿下来，由这个蓝色方这边拿下来了。是这样的，没错。但想到一个问题是，这个艾希的经验，讲句实话，我个人倾向于说他其实并没有领先红方下路组多少，他作为一个一直在担心吃线的一个英雄。哦，对不起，还是领先了的，对不起。嗯，是的。一泽这边是哦，女人之泪已经做出来，已经开始慢慢在叠了，时间来讲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发育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边红色方的思路其实就是跟你直接打到大后期，包括伊泽瑞尔现在说选择是先出了女神泪，并且补了一把矿刀。嗯，哦，这边因为是小龙被拿了，这个
BYG 这边就是这个 LCG 这边决定直接是把这个下路先锋拿掉，给上路或者中路扩大一下这个经济优势。这边应该是看一下吧，波比这边还有很多野怪没有刷，刷野速度上来讲还是这个跟男枪比要略逊一筹。是这样的，但是下路这个拆塔速度很快啊，我个人推断于说只要 EZ 胆子大再吃一层塔皮可以至少领先出大概600块钱的对位经济下。这边直接教养天使开始一个大招一打三，这一波波比经常很及时，一推推到了三个男枪，开出了大招但是并没有反手收掉人，天使这一波非常的凶猛。哦，看一下这边，因为刚才领先了一个 TP， 下路这个一泽已经被黄鸡的一个完美连招推回来啊，这边交易双招还是死了。这边这个是这个上面也是三人三打三没有打过之后，这边BYD 战队也是这个马上就开始下一波的进攻啊，这边还是换到了一泽的人头，那这边这个人头应该是给到了艾希，这样艾希前期的输出环境应该会变得，就是输出能力应该会变得非常不错啊，这边还能吃很多塔皮。那是脑花，刚才看啊，这个天使这边也是有捷德帅哥真传，我没记错的话还是闪现这个开大然后进去大了三个人，是这样的。但其实讲句实话，他当时不开大他要交代的这一波上一波，确实这边男枪主要是兄弟们来的支持，天使这波没有闪现的不知道能不能走啊，男枪没有后续控制那就算了，伤害不够。这个奥恩这边刚才也是没有大招嘛，应该是刷不死的。辛德拉这一把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工具人打法，第一剑直接套了个冰枪出来，完全舍弃自己前期的输出。这边是下路直接拿达一塔了啊，一塔应该是有了。这一头撞出来，不仅一塔还能再吃个镀层。哦呦，一泽的伤害慢慢起来了。是这样的，毕竟魔宗已经掏出来了嘛，啊，魔切，魔宗 ，whatever， 还不够，马上魔宗这边直接一个推到一个 E 加冰枪啊，没有大招，有大招这波可能要交代。啊，冰枪也没，但现在也算是限制了一下沙皇的发育，因为沙皇这波不敢来。天哪 ！Goodbye， 一则一个精准弹幕啊，拿下了。感谢伊泽瑞尔送的这一发精准弹幕。感谢一下伊泽瑞尔。天使这边两个人头在手，科技枪直接做出来，奥恩的日子现在变得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天使这边也是混伤嘛，奥恩这边是主要是还是因为他要升级嘛，主要还是先出了一些护甲和一些血量装，那可能天使打的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痛。但是男枪在这波，奥恩这波有大了，怎么说天使大招还有一点点才能赚好，看能不能拖这波羊，有没有想办法，他没有躲掉，但这个天使非常凶，并且自己的兄弟亮出了 TP， 反身直接去追这个男枪。男枪这波能跑掉吗？跑不掉了呀。一泽这边红色方四个人都来抓了，那这边只能就是跑一跑，然后去。其实这种保上单大哥天使的这种玩法其实非常少见，就我具体来说。等一下，这发魔法水晶剑定到，并且金身保下了自己的打野。然后这一波男枪的位置极其之差，并且下路交出了自己的闪现双招。确实这边是主要是人数上这边有个优势嘛，黄鸡这边是不在上半区的，还是最后还是男枪交代的在这里。虽然这个艾希刚才这一波闪现大招闪现双招都交了啊。哦，辛德拉这边冰枪推 RQ 啊，完没什么好说的，得啦，德拉经典连招。辛德拉这一把的发挥极其之好，这边差了一点没有推到，非常可惜。然后这个位置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沙皇发挥，不过还是跑掉了。哎，伊泽被小兵卡住了吗？刚才是，然后被塔打死了，可能是。应该是被小兵卡住了。这个蓝色方小兵加入了战斗啊，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来。那么这边，但这一波在。双方 ADC 都减员的情况下，这一条小龙不知道哪一方有争夺权。男枪下来应该是已经开始打起来了，看一下这边啊，是这样的，并且天使手上是有 TP 的，想抢，有大招也想抢，视野看到了，那这边是稳一手拉出来，应该是直接惩戒掉了。男枪抢到了，虽然被波比一个锤飞了，但是男枪还是抢到了，就有点可惜。
确实还是稍微有一点可惜。奥恩这边已经开始进入难过时间，就这个时间点是天使打奥恩就是非常好打的，天使马上到这个十一级，然后奥恩这边没法升级嘛，奥恩现在不是应该是十二级才能升级吧？我记得是，十三吧，我记得十三吧，十三级，记不太清，无所谓了。这都是小事情，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一波小龙资源能不能给蓝色方带来一些优势，但红色方作为一个大后期的阵容，前期的两条小龙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是不是有真的有我们想象那么大？总体来说就是还是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了嘛，这个游戏就是波比前期存在感比较强，然后南枪这边也是保证了自己的发育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的嘛，就跟然后重点是控到了两条小龙嘛，还是比较关键的。这边辛德拉粘住冰箱射出去的时候稍微有点晚了。这边刚才那个应该是 CD 不够，再来一个 Q 大招应该有可能能达到击杀。是这样的，不过其实原则意义上讲，辛德拉现在单杀这个沙皇收益并不是很大。确实。下回先锋也这个刷新了嘛，看一下，对，毕竟这一波如果要拿自己的全部技能去杀一个沙皇的话，在接下来的团战里面辛德拉大招其实转的并没有那么快。这边布隆这边有大招好像是想开这个 EZ 啊，看一下是怎么想的。 EZ 这边有双招还是比较灵活的，直接开可能开不太到。是这样的，南枪这一把我个人倾向于说南枪这一把的声音除了刚才抢小龙那一波比较大以外，其他时候就作为一个野核他不应该有现在这样的发育，就有点劣势，有点慢，还是有点慢。就是这边经济差来到4000了已经，那经济主要应该就是集中在上路领先1000，然后 AD 领先1000吧。这边对上路领先了1000经济差，下路1000，中路有一点小小的领先，这一波带到了一个，带到了一个没有闪的艾希，巴德大招有点迟了。奥恩这边发难，这边直接开启大招，一个被动，两个被动，但是奥恩大招怎么致敬某一位选手，是这样的，不过这一波就杀掉了吗？还是杀掉了，对，南枪这边中路补线。那这边就是我觉得这边唯一的圣机可能就是龙魂吧，还是好消息这边能拿到两条龙嘛，之前空档。对，但这一把是土龙魂，对于这个蓝色方除了奥恩接脆皮的一个阵容来讲的话有一点点助力吧，可以说。确实感觉这边还是没有好好发挥到自己这个阵容的强势啊，因为这边这么多先手应该主动寻求战斗吧，还是不能这个，如果再拖的话，虽然你们后期确实很强，但是选的这么好的阵容，前期感觉打一打也还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没错。但这个天使现在发育基本上太好了，太优秀了，天使发育。对，可以陪他非常平稳的度过他前期的发育期，就后期到了三级大招16级以后，可能这个天使的声音会超级响亮。天使这边，上路这边是没有塔是吧？是的。艾希追着波比输出，艾希这边等级还是不错的，保持的11级。对，这边路被定到，不敢上。天使，得理不饶人，天使，好痛。这边冰箱减速到了一个男枪，但后续没有敢打，打的都非常谨慎。红色方并没有因为自己有着经济的领先就，为所欲为。是的，这边这个还是在等，这边这个波比身上还有个峡谷先锋呢，应该是在找机会，等一下小龙这边跟小龙刷新时间一起放这个峡谷先锋。哎，等一下，这个露露在这儿做眼，是不是要被逮？还行，后面有兄弟的，后面有伊泽瑞尔的，看一下露露这波的走位啊。但是大招配合现在有点问题，露露直接交出闪现，伊泽一个大招挂到三个人，这边打野这个。打野和辅助的状态已经不好了，这么可能这边龙可能只能靠蓝枪抢一下了。
并且这一波巴德和艾希都没有大招的，这对于船战来讲的话，两个开团点没有了，且奥恩在上路 TP 还没有好，这一波能开的就只有这个黄鸡，黄鸡反而被推到，打了一套非常的疼。辛德拉这边带雷霆又是，哎，天使，哎，天使直接进场一推没有推到。刚才应该是那这波天使要去压过去了吗？这波他们打算先杀人，天使这个位置，好阴呀，这个位置。这边因为刚才打小龙之前，露露已经是率先把这个红色方蓝色方红野这边的野视野都做好了嘛，给了很多个很不错的绕后眼位，让天使就冲过来。哦，天使前进有大招，哦，伤害够吗？不太够。那么这边是。这边中路也释放了峡谷先锋吧，应该是想上高地了。看一下这波撞一头吃啥药，这样的。奥恩开大招准备压一下这波兵，不想掉高地，但是坎度完全不够啊，因为这边是出的护甲嘛。打这个。然后直接被一发能量吸血给倾泻死了。被倾泻，艾希大招应该是大到了辛德拉，波比这边发出一个大招来保护一下辛德拉的这个撤退。哦，伤害差一点。这样。哦，黄鸡这边第一件出的是卢登啊，就其实天使刚才手头是有带的，可以完全在那个位置可以把黄鸡秒了，然后可能是伤害，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打这么疼，就只能这么理解吧。先打打看吧，先打打看，疼不疼？先打打看，结果发现好像打死了。怎么说呢？这边两个 C 点。三个 C 点吧，这个三合嘛，三合这边发育都不是很好。黄鸡这个英雄至少要两件套嘛，然后艾希这个英雄如果想打穿对面前排的话，至少要三件套。可能发育来讲的话，还是差一些。这边看一下怎么拖一下吧，还是。这边要是想打的话，下一波应该就只能等一个奇迹团，把自己艾希和黄鸡的发育给提上来。现在这个露露很凶。这边视野根本做不出去啊，老子。露露在这边肆无忌惮的排眼插眼。露露这一把视野掌控也挺好的，几个进攻型野位做的都极其精髓。辛德拉黄鸡这边都是有 TP 的，但是黄鸡这边没有闪现，但是这个位置有点靠前啊，可能还是因为队友有别人的视野，也没有那么怕。是这样子的，辛德拉现在就守住自己的下路坦嘛，反正。包括时间进行到21分钟，现在伊泽瑞尔的魔宗已经做出来了。这边LCG 这个战队的强制期已经来到了。是这样的，包括天使现在14级。哦，这边想抓，这波一定要抓到，这个配合有点不好，配合有点不好。这边天使有大招的，这边控制连住了。伤害够不够？直接落地，这一波红色方的人在往这边赶，然后天使可能有点撑不住。这波大人头直接让男枪拿到，但是天使也不甘示弱，反手换死了一个。这一波是3打3，看能不能打掉。双方的中路都 TP 过来了，但是应该是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哇，这个男枪拿到1000块钱啊！这波直接就是把这个直接就是进行了一波装备上的补充啊。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想直接开，知道因为是对面双 C 是没有闪现的，他们来不及，男枪已经死了。这边直接打龙，打龙的速度怎么样？一般吧。这辛德拉这边在绕后，想抓一下后边的位置啊，抓到了，非常的棒，非常的棒。那这边看能不能再往前压一压？他现在只要做出的是把后面所有 C 位推住，这波好走位推出来，但是没有用。艾希，助手，加油啊，助手！傻了吧，我死掉了一个 C， 我还有两个 C。 刚才艾希这边打的已经很好了，那个就是躲了很多技能，但是最后还是被伊泽的一个大招收掉了。对，包括其实波比的大招，讲句实话，我以前一直以为波比的大招是一个指向性技能。确实他这边这个精妙的走位扭到了波比大招。是这样的。那么这边在只有巴德生存的情况下，大龙应该是有惊无险拿下来了。辛德拉这边是把蓝 buff 拿下，打下河蟹。这边下条小龙马上刷声音，还有26秒左右吧，20秒左右。对，还有20秒左右，这条龙刷新。这一条龙其实
红色方可以放这一波，要是放的话就得配合大龙 buff 做一波推进，蓝色方也可以放，毕竟有着自己前面两条小龙的优势，但看这一波双方是怎么一个决策了，就是双方指挥上面的一波博弈。嗯，确实。河蟹这边拿下了之后，天使这边 TP 转好了，现在在上路单带，然后由队友这个拿小龙。但是你看一下这三个人，哦，来了来了，要对天使动手了。一个大招打中了天使，位置把控的非常好，天使闪现往前，哦呦，直接给他秒了。对，知道自己这波走不掉了，反正这波金身没有，这波大招落地看一下，保护住了自己，但是只能拖时间了。哦、这波向死而生啊，天使这边是成功换掉一人，差一点点，差一下辅攻就把黄鸡也带走。是的，毕竟自己天使是作为自己一个绝对的劣势，一个一打三的情况。天使也知道这一波自己的任务就是拖住，让自己的队友拿下这条龙。哦、男枪，男枪，男枪，哎呦，差一滴血，哦，抖掉了。看这个伊泽瑞尔精准弹幕没有刮到，哎，可惜。看一下这边啊，哦，这边不选择回来是吗？然后，LCG 战队这边也是想着是稳定一下，稳一手，稳一手，等一下这个天使复活。哦，冰枪，这边巴德开这个传送门逃跑。其实来讲的话，在我因为我们这个上帝视角知道，就因为刚才这个时间点是，蓝色方所有五个人都没有大招的，其实刚才这个应该是也是可以继续推进的。看一下这一波，德拉拿下了这个双方蓝 buff 都他吃，哎，这也太舒服了，这就是中单选手的春梦嘛。这样的，毕竟。波比现在装备有基本的成型了，就至少说团战的时候坦度，众所周知，刚刚那一发暴击只打了67点血，确实有点可惜。这边主要浩恩的等级太低了，还没有办法给队友打装备。变羊，哦，波比直接冲出来，这边直接把男枪杀掉了。哦，一个大招，大招非常好，大中了三个人。这边应该是可以打过的，打了一波一换二。这边是抓到了一个机会，五个人抓三个人啊，抓死了两个。波比这边能走吗？走不掉了。这波走不掉了，但他正在等自己的队友来，看这波能不能再拖一会儿。不能了。好，应该是两个人头都给到了黄鸡啊，黄鸡这波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是这样的，这是刚刚提到那个翻盘点，就是说这几波开团嘛，有这么多开团手段嘛。对，毕竟还有就是说几波单抓单吃，现在技能对蓝色方这边已经不太重要了，毕竟现在没有任何地图资源可以争抢，现在就是交技能，这波直接推到辛德拉位置，直接发能量拼线配合伊泽瑞尔射掉这个人头。嗯，但总体来说还是赚的，因为这边地图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嘛，就算被抓到了也是这个在做视野的路上被抓，也是死得其所。但是现在蓝色方就是说端抓你人，从人头上面直接吃经济嘛。嗯，确实。嗯，然后就这边这个人头没有蓝色方那么值钱嘛。辛德拉这边还是有1000块钱的赏金啊。这边看是不是找机会击杀一下辛德拉。辛德拉现在其实做的事情就相较于保守一点。确实。主要是打控制嘛，这边出的装备也是非常这个。工具人。工具装。对，确实啊，天使又来了，哎呦，这个伤害太高了，被抓起来了。嗯，露露拿下最后这个人头。感觉这边因为没有视野的情况下推的还是有点太前了。是这样的，黄金以为自己靠着自己的优秀能力能走，结果没有想到红色方这边包夹做的非常好。抓到了，哎，我看到了，这边一个大招大动了天使，那么这边伤害够不够？黄金已经死了，这边一个大招。哦，几个大招。天使直接大招落地，保护住自己，反而希德拉 TP 亮起来。这一波露露用这个大招直接把天使死亡先生打了下来，并且进行了一波非常漂亮的休血。辛德拉这边闪现一个能量倾泻，倾泻死了格雷弗斯。这边波比下一个大招躲，没有躲掉。那这边应该是 ACE 的啊，然后下路可能是拿中路下路双高地吧。这边看一下 CD 时间，有可能可以一波啊。除了黄鸡以外，都是20秒以上的复活时间。还是那句话，这一波其实 MVP 得给到这个露露，这一波露露基本上就奠定了他软辅一姐的地位。确实，那这个天使大招下来之后，马上就跟上了下一个大招，让这个天使死之前打出了成吨的伤害。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打到最后，除了对面这个奥恩，剩下所有人都只剩一个血皮。嗯哼，
这一波应该是要拿双高了，一波应该不太可能，双方都复活了，这波看他们高地怎么抉择，毕竟天使大哥不在啊，这波要撤的，并且小龙还有30秒刷新嘛，这一波回家准备一下，布置一下小龙视野，这条小龙拿到三幺土龙的话，增加他们这个团队一些生存能力吧，可以这么说吧。确实，差一点没有打断路子回城。那么这边应该是小龙，要打最后一波了。看，如果蓝色方这边那个控制链接的好的话，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其实，怎么说呢？阵容值3000嘛，至少。天使到达了16级，攻击距离也变成了575码，手好长，哇，伤害好高，哇，好痛。巴德这一波把自己大招开了，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哦哟，波比拦下了这一波大招，看这一波反手开天使，露露直接大招给上，天使大招直接进场，并没有选择撤退。杀一丝血，一则闪到了4个人当中，伤害已经不够了。露露这边给上了盾之后，一则杀掉了1个、2个、3个。哦，那么这边应该是要被一则收割了。那么在两个基地，就是两个都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珠宝水晶，对对对，两个水晶都开在这边是要一波了，那么可以提前攻一下 LCG 战队，拿下了本场 BO1。 这波这个天使像个战神，自己先被开的情况下带着大招一往无前往里冲。确实这边吸收了就极限的伤害，然后打出了成盾输出之后还活了下来，打得非常棒。那么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LCG 战队拿下了本场比赛 BO1 的胜利，恭喜恭喜。也同样感谢我们蓝色方向战队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样感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赞助商爸爸，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西伯利亚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耳机的领导品牌，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为玩家创造更好的产品，成为众多职业战队、职业选手和专业电竞赛事的首选游戏耳机。西伯利亚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极客极致极酷，已经狂热的、执着的以创新不迁就、不妥协、爱钻研、注重游戏体验的极客，努力为用户打造最舒适的产品。感谢 GNC 国际暑期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GNC 国际暑期学校是29年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捧的老牌暑校。GNC 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北美教授来华，但以 KO 杀手课、五周修完3门课，学费轻松转，学费水银半，含提早1年毕业。课后上丰富的线上线下交友活动，文能画画、陶艺、烘焙、做公益，武能嗨趴、电竞、打球、逛密室。来 GNC 边玩边学，修学分吧。GNC 国际暑期学校学分项目超过300所北美大学认可，来 GNC 修北美学分，早毕业省学费。感谢赞助商爸爸。好的，感谢各位赞助商。那么看一下这个伤害面板啊，这边也是天使打了全场最高伤害33000啊，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大 C 啊，打到了拿到了自己应打出的效果来吧，还是。包括其实就是这一把伊泽瑞尔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就度过前期的发育期以后，后期打出了这个 ADC 应该有的一个数据，并且说最后一波让我看到了 Jackie Love 的影子，就是 ID 时期的 Jackie Love。我向前闪现是吧？好的，我向前闪现，我一往无前。确实，那么这边啊，说那个本场比赛就，本场比赛就这个到此结束了。然后，那么下场比赛应该是7点准时开始啊，7点，然后应该是。由这个 A 组的 JB Team 普渡的 JB Team 打小姐姐战队，我们到时候再见，拜拜，拜拜。